就像我刚才说，把胶涂匀了以后，先放到颧骨这儿去 calibrate 一下，看看我们的这个SPA 机今天的这个电流对于我们今天的皮肤状态是什么样的一个是强度是最好的。完了以后，我们就从脖子这儿开始，从下往上，OK，下来的时候呢是一个尖儿，轻轻的下来，然后到了这个最中间的时候，然后沿着这个下颌骨这个地方。然后一直捋到耳朵后头，然后轻轻的下来，然后再往上，同样的一个部分我们做3遍。然后这个重点呢都是，就是往上的时候稍微使一点劲儿，然后往下的时候是一个尖儿。这个机器呢是不能够离开你的皮肤的，然后我们的这个。然后做完了以后，我们就要开始做脸哈。做脸，我们的五线谱就是从这个下颌这个地方的，澄江穴这个地方刺激一下，就是可以淡斑的。完了以后，就从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下巴这个地方往上，然后拎到这个耳垂这个地方，然后再下来，OK，然后再这样子，同样的一个线路，走3遍，这是第二遍。然后第三遍，看到我这个上去的时候，然后都是用一个尖儿下来的。然后呢，就是我们到嘴角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的五线谱的第二根线，往上按提升按压，然后再拉到我们的耳朵的这个中间，然后再下来，然后再提，OK，好，然后再下来。就是可以拉到你的这个耳朵的最上边，到发际线，因为我们的肌肉，那个跟我们的 skull 连接的，实际上是在发际线以内的地方哈。这个是我们的第三条线，第二条线，第三条线是我们的这个苹果肌这边。你要把这个机器这样平过来，往上推着，OK，再往上，然后拉到你的太阳穴里面，然后再下来，然后往上。太阳穴这个地方，OK，再下来，然后就等于说是感觉是把你的苹果肌往上推，推到这个地方，然后再往上，OK，好，第四条线是在我们的这个就是苹果肌上面这样子拉，也是拉到太阳穴里面哈，就是我们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一个弧度拉上去的哈，就是这样子，诶。这样子弧度拉上去，OK，再下来，Jenny 你好，晚上好，然后再往上，OK，这个地方的关键是在于不要横拉到你的苹果肌，因为这样会把你的苹果肌拉瘪，所以我们就是要往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哈。好，这是我们第四条线，然后第五条线就是我们的额头，就是从外边。这个外眼角轻轻的顺着我们的这个骨头，然后顺着鼻梁往上，OK，然后一直往上拉拉拉，拉到我们的发际线以内，然后再下来，然后再按着你的这个眉毛再往上，OK，再下来，然后再往上，在我们的大那个眉峰那个地方往上，然后再下来。好，然后再轻轻的从外边延到这个里边，然后再往上。OK，大家愿意把那个视频打开，让我帮着看你们的手法是不是对的，也是 OK 的哈。然后再在眉峰这个地方往上，再下来，然后再最后来一遍，因为同样的地方我们走3遍。OK，好，那我们拉着这个眉毛往上的时候，可以使劲的闭一下眼睛。这样的话呢，也助于你的上眼皮整个的一个肌肉的一个收缩。当你的肌肉收缩短了以后，我们的皮肤也会起到了一个提升的作用哈。那现在做完了以后，我们要复习一下，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的拨筋，就是要去掉我们的法令纹。法令纹的拨筋就是在你的鼻翼的这个两边这儿有一个，你要用这个尖儿，就是用这个尖儿，然后呢。要在这个地方来拨，然后你会感觉到这儿有两个酸酸的这样子的一个包，是就有点像筋疙瘩一样的。然后呢，就是到上边，如果你有眼袋的话，就是在这个大眼角的这个地方去，也是这样子用它的这个尖儿来去拨一下，然后一直是拨拨拨，
拨到整个的这个颧骨这个地方。如果你拨的时候觉得这边都有点酸酸的，那就肯定是因为你的这边是一个胃经，就是我们脸上实际上有很多的经络的，这边是一个胃经。我这个时间到了哈，你还可以把它再换成，就再加2分钟，就是把它弄到第一档，然后就是要拨一下这个地方。OK，我以前讲过，就是眼部的这样子的一个护理哈，然后这样子做，然后再到整个的你的眉头的这个地方，你会觉得这儿有一个窝，这个地方是一个穴位这儿哈，然后你要把这儿哈要拨通了。如果说你觉得眼睛特别的酸，你会觉得这个地方拨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包，然后呢，你到你眉中的这个叫。眉毛的中间这个地方，你会感觉到这边也有一个窝槽，这儿也是，然后摁的时候很酸，这也是一个穴位。所以的话呢，就这些穴位的话呢，就要去刺激它。当你经常刺激的话，你的视力也会得到一个改进。尤其是我们现在看电脑啊什么的，就是看的特别的专注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有时候会。模糊啊，视力模糊啊，或者是这个眼睛酸呐、干胀、干呐，你去做这几个穴位，就是这儿的一个穴位和中间的一个穴位，你闭着眼睛，这个地方每天你去按摩2分钟，用我们的大白胶的话，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善哈。然后呢，你要是做这个地方的，就是拨筋，还有呢眼睛下面的这个的拨筋。这样做的话，可以做这儿，可以去我们的法令纹；做这个地方的话呢，是可以去我们的眼袋和黑眼圈的。好，然后完了以后，就是要做腮这个地方、下巴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去从下往上这样子去刮。这样子的话呢，可以去 relax 我们的咬肌，可以让我们的那个脸的话变得上提，同时的话呢，刷出我们的一个小 V 脸，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脸型更加好看。然后你要上这个双下巴减小的话，就是要这样子刷下面的这个地方，往下这样子刷，然后都会让我们的双下巴。这样的会减少哈。好，那我们现在等于说是第一遍已经都刷完了。第一遍的话是属于在我们在做排毒一类的，然后现在我们来说刷第二遍。第二遍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再放一点胶，因为这么长时间了以后那个胶有点干掉哈，所以你就再补差不多。我会每边会再补差不多这么多的胶，OK。然后我会再喷一点这个我们的 N 喷水，这个可喷的玻尿酸，它的一个分子是我们的皮肤的可以吸收空气里面的4个水分子。好，然后呢，它这 NAPCA 实际上是我们是大豆的提取物，然后实际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玻尿酸是我们皮肤本身都有的一个元素。好，那现在我们在做第二遍的时候，因为为什么要做第二遍？因为第一遍是负电流，第二遍是正电流。我们的皮肤只有通过正负电流2种电流同时被刺激了以后，才会让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才会让我们的这个脸上的肌肉会收缩。那好像刚才一样哈，把这个机器放到我们的颧骨上，让它去 calibrate 一下，看我们现在是需要多强的电流。然后我们现在再从脖子这个地方做。然后第二次做的时候呢，我们用第二档或者是第三档都是 OK 的。第二档和第三档是正电流，那么第二档的话是正电流2分钟，是一个 cycle，然后第三档是正电流3分钟这样子的一个 cycle 哈。好，然后从下往上这样子，对，然后一直捋到耳朵后边这样子。好，然后就是我们的澄江穴，现在我们做脸上的五线谱。这是第一条线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尖儿哈，就是整个的这个机器是不能够离开我们的脸的。然后第二条线是在嘴角往上拉到我们的耳朵这个上面，记得就是我们一定要拉到发际线以内，这个地方才是肌肉跟 skull 连接的地方。OK。
好，第三个是我们的颧骨这边，往上。好，为什么不能够离开脸？我以前可能也跟大家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这个电流，实际上这个微电流呢，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就叫 galvanic current。galvanic 是一个意大利的那个化学家，他发现人体是有电流通过的，尤其是我们的皮肤。当我们的皮肤的电流的波段是非常均匀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皮肤会没有问题。但是呢，他发现很多就是皮肤在大面积被烧伤的那些人，他的受伤的皮肤上面，他的电流呢，实际上那些波段是不规则的。于是呢，他就发现，如果说你从外界有一个这个很细微的这样子的一个电流，去通过穿过这个我们的皮肤，然后就会帮助我们的那些就是波段不正常的电流会把它修复成正常。那么当我们的皮肤上面的电流的波段正常了以后，那么我们的皮肤就会变得非常的好。于是呢，这种就专门对于皮肤非常有效果的这个电流，后来呢，他们就以他的名字叫 Luigi Galvanic， 就叫这个 Galvanic Current。 那么这个 Galvanic Current 在70年代的时候呢，就开始运用到美容里面去了。就像意大利非常有名的这个影星叫罗曼罗兰，中文叫罗曼罗兰，她是一个非常性感的一个女星，她的嘴巴非常的大哈，所以她在18岁的时候就开始用这个 galvanic current 来做 facial， 所以她一直到她60多岁的时候看着还像是30多岁的这个人。所以等于说我们现在把 galvanic 那个 current 的这样子的一个美容仪器就是搬到家里来做了。所以的话你每周能够做2到3次这样子的一个 treatment， 实际上是非常对我们的延年益寿哈，这个逆生长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你越早去用这个 galvanic current 去，就是这个 microcurrent 去 treat 我们的这个脸的话，那越早你就可以把你的年龄锁住哈。好，那现在我们已经做完了，就等于说是做完了2次，就是这个 microcurrent 一定要记住，做脸的时候一定要经过2次，第一次是负电流，就是我们的第四档，就是负电流的5分钟。你如果是两个机器的话，如果做得快，以后就是熟练的时候做得快，那你可以呢就是用第一档就是负电的2分钟。所以像两个机器的话，你第一遍就是用2分钟就可以把皮肤就可以把脸给做得非常的好了哈。好，然后来把这个都洗掉哈。洗好了以后，我一般就是这个的话，你不需要特别大的那个就是水去把它这样子洗啊什么。我建议你用这种小方巾去把它擦掉，因为那个gel它是很滑溜的，所以你要是把它去水洗的话，反而不太容易去洗哈。那现在的话呢，洗完了以后你就会看到哈，整个的这个皮肤就比以前就白皙了哈，就是提亮的感觉。那么现在是很关键的一步，就是做完了一定要用我们的这个 rejuvenating gel mask， 因为你的皮肤现在已经被唤醒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对任何的营养都会提高70%的一个吸收率。那么这个 gel mask 的话呢，就是它里面有镇静保湿，同时的话呢是可以镇静保湿，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产生能量和胶原蛋白的。那么如果说你做完了 SPA 机然后没有擦这个 rejuvenating gel mask 的话，很多人会觉得很干，就是脸特别特别的干，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它会红肿啊什么的，觉得好像是过敏。实际上不是过敏，而是说你没有及时在你做完一个 treatment 以后给你的脸给到足够的营养，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出现这种有干皮啊、红肿啊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所以只要是把这个 rejuvenating gel mask 擦上去了以后，皮肤就会变得非常的好。
然后同时的话，如果你想给这个皮肤做一个特别的一个滋养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呢，就是像我一样，现在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就是叠加式的一个补水面膜，就是在我们用完这个Rejuvenating Gel Mask 以后哈，我会在上面再敷一个 Hydrating Mask。Hydrating Mask。我的 Hydrating Mask 在哪里？哦，在这儿。OK， 这个就是我们的 Hydrating Mask。这个呢，有点像膏一样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款补水面膜，它可以单独用。然后它是从这个Cactus 就是仙人掌里面提取出来的补水的元素，然后我会把它涂在这个上面。这个面膜的话呢，就是适合于第一，你的皮肤就是可能有些人是超级的这个干皮，大干皮哈，还有呢就是说你想一次就让你的皮肤就是充分的有足够的这样子的营养，我一般会在做完 SPA 剂以后做这个叫三层的一个补水面膜，所以它会超级营养。 OK， 然后会把这个地方弄掉，然后我会把这个脖子这儿露出来，一般的话我会脖子都涂，但是下边的话呢，我会跟大家做一个肩颈排毒，因为今天是把所有的手法都会复习一遍哈，所以的话呢，我会做肩颈排毒，所以我这个脖子这个地方我就没有去擦面膜了。好，然后我这个擦完了这个第二层的以后，我呢会再加上一个。我会再加上一个补水面膜，这个的话呢是极致补水面膜，它里面有七种玻尿酸，所以的话呢我会把它敷在整个的这个面膜上面。所有的我用的这些面膜它都可以自己单独使用的。Okay。像我的话会像这种营养类的面膜，我会每天都会敷至少一个，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们的皮肤水润。很多人都说面膜是不能够每天敷的，我想它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哈，但是 New Skin 的面膜都非常的滋润，而且呢非常的温和，所以呢你是可以每天敷的。甚至你如果想皮肤特别的好，在集中的一段时间去就是叫什么，就是理疗或者说是滋补你的皮肤的话，想让它有一个很快的时间，一个很大的改善，像这样的滋养面膜你可以早晚各用一次的，也就是说每天敷两次的这个面膜。你如果每天敷两次这种滋养类的面膜的话，你不出一周你的皮肤看起来就会特别的水润，然后整个人看着的话就像是年轻了5岁一样的。就现在等于说是三合一的这样子的一个面膜，然后这个面膜今天就现在先不擦哈，但是这个袋里面实际上你把它这样子叠起来，然后呢你这样子一挤，实际上它还有很多的这个液体，就是它的精华都会滴下来的哈，所以一般我这个都会抹到脖子上，但是因为今天我这个现在马上要做脖子上的一个肩颈排毒，所以的话呢我就不抹到脖子上。好，那这个我们脸上的这个敷着这个面膜大概敷个15分钟左右，那么这个15分钟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肩颈的一个排毒哈，我们先把这个停一下，然后换成